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克陶县啊，这边属于喀什地区。昨天呢，我们从这个塔县啊下来，因为出发的比较晚啊，所以说，过来这边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。然后我们昨天呢就在那边的有一个旅游的一个服务区啊，我们在那边停的。然后今天呢，刚刚把车开到这边。这边有一排吃东西的，我们准备在这边把早中饭吃了之后，然后继续赶路。今天的目的地呢是刹车，因为我们要去和田地区啊，带他们去看玉去。我呢去先转一圈啊，他们还在收拾，还没下来，看看这边有啥吃的，挑一家。那边感觉生意还好啊，真心快餐，冒着烟儿，证明有人在烤串儿。哎，冰泉快餐，这个吆喝呢？这边是奥伊塔克小区啊，后面是个小区。Hello， 哎，他给我，Thank you。他居然跟我说 I love you， 那我就过去看一下。他居然对我说 I love you， 我就过来看一看啊，看看有啥。老板，你们家最好吃的是啥？最好吃的吗？抓饭，白面，烤肉，拌面，对，烤肉，对，好，我去叫他们过来，我们还有大部队啊！可以，来吧。好嘞。给你们做些啥干净？啊，小抓饭，你们多少个人？我给你安排最好吃的啊！好嘞。蔬菜、肉菜，想吃啥有啥的呢？好嘞。番茄、椒麻鸡、辣鸡、干狗肉。好。来吧，来给你安排。哦，他这是烤的木头啊，我还以为烤肉呢。他在生火。这边有老汉瓜，我一会儿问问豆豆还要不要吃，咱们再买个老汉瓜。好，他们在加料树啊，我和肉卓我们就过来这边看看瓜。看都是怎么打的？对啊，你看都是这种，这种就是。这个。这种。嗯。我想吃。等一下，老汉瓜。这个多少钱？我换个十块一公斤。多少钱啊？十块。十块一公斤啊。那个嘛，八块。哦。有没有少的呀？有少的多少？八块给你们吧。没有，哦那边啊，给我们啊，八块给我们是吧？哦，这个是熟过了是吧？这种，嗯，这种是不是很熟了？没有那种的也行，那个小小的特别甜啊，当然小的要特别甜一点。哦，你们喜欢吃小的那种吗？还是喜欢吃大的？你喜欢吃小的？啊，那个小的那个是多少钱？一个。小的这种，对对对，小的。小的嘛，五块。啊，五块。五块钱一个。那么大。嗯，好香。啊。小的是五块钱一公斤。小的。哦，他们这个蟠桃下来了吗？啊，咱到店的话，二十。甜不甜？甜，尝一下。那。尝一下，啊，尝一个吧。嗯，那个我们要个几个？尝了，他们在这。我先去给他们说一声。怎么样？可以。那蟠桃？可以。蟠桃怎么卖？二十。啊，二十？那个十个。这个蟠桃多少钱？蟠桃二十。二十啊。嗯。好吧，那我先去安排他们啊，你在这买吧。来看看，哎，对，大盘鸡是我们的。吃面。要吃两个。要两个吗？两个是拉条子还是皮白皮面？好，他们吃大盘鸡，我吃这个抓饭。他们家这个抓饭我刚看了，先做出来的，相当的可以啊。厨师小哥哥在看你。
好吃。还是发视频吗？发视频。好吃，好吃。好吃。你们这家的？你做的吗？对，我做的。好吃。七点钟做的。啊，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他这个抓饭，其实和我们在那个踏实吃的那家差不多的味道，嗯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还没开始吃。真的好吃啊，还没开始吃，还没。我把它弄成了这样，为啥？因为我觉得我吃不了。打包一半是吧？对，他倒不用，他怕弄那个，对，先炒一遍。我以为他们这个米，嗯，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萝卜的那个香味儿，对。就我这个出来很怪，我不想吃这个皮儿，我想不想吃这个？往年我都是喜欢吃拌面，今年很怪，这是谁？我就很喜欢吃这个抓饭。咋了？去了都想吃碗抓饭。烤包子，我只想吃那个烤，不想吃。我靠！我以为里面有肉的。你属老鼠了吧？啊！我只想吃那个肉，不想吃这个包。吃掉。他不想吃皮。他把肉吃完了。然后还把皮放进去。小时候我觉得烤包子最好吃的是那个皮，根本不是那个肉。跟姐姐和我一样，我也喜欢吃那个。我全把肉当被两个摄像机架着吃是吧？架这儿了，架这儿了。那让花花去那个和田吃和田烤包子，和田烤包子那么大吗？那是里面的肉有小肉，我感觉哈，里面的肉都有小半斤。不会吃，知道吧？这个包子太干了，这不会吃。我一直在等，刚刚问了一下，说大盘鸡马上要到，我就先把我想吃的这个抓饭给要了。结果呢，我这个饭都快吃完了，他才来。里边是有面吗？我还想尝一尝这个。可是菜呀，这是大菜。哦，下了。要两水。尝尝他们家这个大盘鸡啊，就是新鲜做的。来，看着这个汤就知道很好吃。哇塞！我先去买块下手的这手艺确实不错，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吗？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我就是因为你那一句 I love you 我才进来的。确实挺好吃的，抓饭也好吃。给我们拿个餐盒，老板这大盘鸡好吃。哇，这个汤汁裹满了汤汁，吃了一个辣条子，绝了，绝对绝了。以前的老人家说吃饱了喝足了咱们走啊，好的，走吧。你要走了吗？走了。谢谢，没事，非常好吃，好，行，有缘咱们再见。吃饱喝足咱们出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刹车线。这个391县道啊，它这个桥很小啊，只能过一辆车。前天我们来的时候，记得我们当时从这边是可以走高速嘛，但前天这边有个限高杆，今年这边可以过了，快一点嘛，它那个小车非得去挤，就不能等别人过来之后再舒舒服服的我们这边走了。在重修这个桥，感觉这个桥就像那种微桥一样，好小。没有，我们昨天已经去那边捡过了，没石头。2.5公里啊，他这边真的有限高杆，2.9米的限高杆，他们车过不去啊。它是限高杆抬不起来的那种，焊死的那种，就只能是在这儿硬掉头了。
哦，我们到前面可以掉头，我们可以过限高杆掉头。那得多到30多公里才能过得去。看你能过去。那我是肯定知道我能过去的。但是我也不能丢下他们呀，咱们就一起绕这30多公里。现在工作人员好像可以帮他们弄高一点还是啥，看能不能过得了这个限高杆。他这个高度是肯定过不了的呀。他脑子开了，他都没钥匙，在这儿掉头吗？在这儿掉头窄不窄了点儿？哎，别下去了，别下去了，不能再下了，那边压到路基了，往后倒。你指挥的时候看一下轮胎，花花，他到时候掉下去那就麻烦了。不是，他开到路基下面不太好，那个到时候出啥问题。哇，太惨。走好吧，那我们也跟着掉头了，掉头回去，到达今天的注册地，刹车老城景区，依然是回到这个房车营地。希望这个一个星期左右，我们这个房车营地的电它能弄好。到达。我要有。哎，好像是有那个嘞，好像是有电了嘞。你赶紧过去，我要有台台的。要有台的。可以可以，太好了，有电了。啊，那电箱装了吗？太好了，你要有台台的。那我们停到这边难停的地方，雪蓉姐他们停到好停的地方。对对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两家用一个台台。对对对。哎呀，现在这边就比我们之前来的时候感觉要好多了。啊，先把肉肉放出来，热死了外边。放你出来，这下子可以续命了。啊，有电了，真是有电了，可以。耶耶耶，微信扫码就可以。啊，现在是这样的了，用水也需要，要少了，对，就用水，这样挺好的。好了，这边是按小时算的，1块钱1个小时，可以，我们先充4个小时，到太阳下山就可以了。因为两个小妹妹过来找我们玩，他们两个也喜欢浪漫。别那么害羞嘛，是不是？你刚刚还抱我家狗了，喜不喜欢浪漫？喜欢哈。好，电已经充上了，把空调开开，续命，续命。32度，车里边，室外温度40度，40度，多吓人！吹的空调，吃冰西瓜。哎，这个看我挑的那个西瓜多好。哎呦，太爽了！过来。趁着有热水洗了个热水澡，然后现在呢咱们再把那个房车的水给加一下。刚刚若若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台子好生的拿水冲了一下，看到台子上面没有灰就很干净，爽了。你还吃饭吗？晚上不吃，说不吃就不吃。你晚上别对着我哼哼饿。是谁昨天晚上老对着我哼哼饿，自己就起来吃了根火腿肠？对，那个是零脂火腿肠。哎，
想想嘴就好了。没事。我去，这边突然一下子刮沙尘暴了，还有那个整个天都灰了，我去，全是沙，呼，太恐怖了。我赶紧把那个遮阳棚也收了，到时候把遮阳棚吹坏了。还说出去逛一下古老城，逛不了了，根本逛不了，根本逛不了。快来吧，你看你那车不是白洗了吗？都把肉做的。没事没事，车没事，那沙都会刮掉。朗朗走，快，我带他拉屎。哦，去，快，我怕一会儿，快下来。慢点。我怕一会儿到时候风沙更大。哎呦，那些大家都在收衣服呢，洗的衣服。哇、哦，这好吓人啊！这个，哇，一脸的沙。看着前面那个房子都快看不到了，在外边满嘴满嘴的吃沙，赶紧就进来了。一会儿晚点看看会不会好一点吧。刚刚才刚刚尿了一泡尿，就被我叫进来了，然后风还很大。